练那个一四七，那我觉得，我一直觉得。四个点，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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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反而很有用。如果太快太快，你看你的四个音呢，可是我觉得我这边只有应该这样，就是手都只有三来回三趟而已，所以我一直觉得我这里是怪怪的，我是不是哪里怪？老师，你有没有示范一下？就是一拍你们，一拍你们四个音呢。嗯。对，然后你先练四小节，不四拍，这样练了，这个很有用啊，这个反而这种拍子反而好用。可以没错。一小节的，对，这个叫双人啊，嗦哆咪嗦，哆咪嗦哆，然后呢，你先拉哆咪，就一小节里面有一四拍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一小节四拍，四拍里面每一拍都是四个音符，我知道。对，那是一小节换一个，那你可以练到后来，你可以两拍换一个和弦，嗯，一样的。这个很好用，这个反而比那个好用多了。接力把了白子，记得点了，等。你是说这里点还是那里点？就是点，用我这个。这个比收枪有用，因为收枪毕竟还是那个用的几率没有这个多，这个很好用。好，这样。对啊，你看，那是一小节，那是一小节，但是你的兜这边又跑两趟。不是，玩多大？那跟弦不太一样。你可以这样用啊，都没有关系啊。你主要练这个东西是有那个节奏在带着你的，是你心中是那个节奏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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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后面这个音随便自己填上去，活的呢。然后老师一四七那个点。那个高音的点就是高音的点，就是高音的点，就要表达在那一四七的点上面。对对 对, 对，你看我弹了，对不对？一四七的点是高音。对对对，反正这个点，但是都是一四七的点。下一个，你看我现在一个了，对不对？两个不一样，不。好，所以我看到了，就在七度，一直在七度。对啊，对啊。OK。对, 对, 对，这个好听，好听。六度嘛，对。对。八度。嗯。有没有？
反复，你可以用6度、7度、8度。对啊，就很好听的。六七八度都可以用，六度七度。对。然后再练那个两拍换一个和弦。是。就是 F 和弦，就两拍，看到没有？这是已经转到 F 调来了 ，F 和弦了，滴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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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嗯哼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 F 调转。如果两拍，你们就两拍换。两拍。这样子，C。OK， 嗯，等等，是上面下来。对。哦，好，好，我这样。